因为长时间的规划建设，关庙高中新校舍总算在今日正式完工启用。除了改善过去校舍老旧，内地当的程度也无够强等等的缺点，未来也会当好校内舒适，一个舒适佮安全的学习环境。由精彩的泰国表演作为开场，关庙国中的新建校舍，今仔日在魏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完工启用。未来将提供给所有师生一个舒适佮安全的环境。在沈国良建筑师历经多次的规划设计，还有包含教育局给我们很多次的修改跟审查委员讨论之后，我们学校在关庙的龙脉上，克服了许多水土保持相关的建筑工法，这个历程是非常的艰辛，但是我们的同学因为在这个艰辛的过程当中，反而更发挥了不同的生命力。请落简，各位来宾同学给予掌声鼓励。我也勉励，有了新的硬体的建设，这个只是成功的一半而已。那未来，拜托我们关庙国中各位师长、各位家长，如果要让孩子装上成功的翅膀的话，那必须要在这里有非常好的这个教学的进行、专业的进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飞向全世界。所以在这一边要特别提出来勉励，就是我们期盼各位师长平常认真的教学，孩子们也要认真的学习，向全世界发声，我们关庙国中准备好了要飞向全世界。原本校舍因为已经使用多年，佮加上耐震系数严重不足，再也校方决定要重新建造。后来嘛，加在有多方面的合作之下，才会在成功募集到所需要经费，让新的校舍会当顺利完工。那时候我们经过很多次的说服沟通，2亿4千万在那一期全部由中央支付，整个把这个校舍要整个做翻修，然后经过建筑师的沟通。来，咱看到经过两年的校长、五年的会长，所以这个新校舍的完成，完全是为了所有的同学、所有教育现场第一线工作的教育工作者而付出的过程。不管是吴荣进董事、总经理啦，加贵体的会长，其实每个人都出很大的力量，所以它不只是2亿4千万的预算，它代表的是整个在高靠近山区所有地方的意见领袖对这间学校的关心。同时，今年也是关庙国中创校50周年的日子，除了有全新校舍启用以外，同时更举办校庆相关活动，期盼会当借由庆祝活动的举办，为学校注入全新活力，再当在未来培养更加侪优秀人才。记者葛佳明关庙区采访报道。